好，貔貅女王来了。今天呢，我要非常非常开心的跟大家分享我的银貔貅，就是纯银的貔貅。那在上个礼拜呢，我们在阳明山的烟供法会呢，修的是莲花生大师的烟供法会。那在那个法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呢，在天空呢出现一片祥云，应该说两片，就是两只貔貅又出现了。我真的觉得太欢喜了，因为大概菩萨知道我又要来跟大家分享貔貅了哈，给我满满的加持能量哈，让我最近呢做什么事情呢都特别特别的顺利。所以一定要跟大家分享银貔貅。这个貔貅呢，大家不要觉得它只是一只貔貅，它是很强的貔貅，可以看一下吗？这一个呢，有没有感觉非常的有力，然后非常的立体，然后雕刻的线条呢，非常的顺畅，好像赚钱那么的顺哈。这个呢是纯银的哈，那纯银呢有很多好处。第一个，它对我们的身体很好，它可以释放非常微量的贵金属元素银离子，那对我们呢强化心脏，让我们更有信心，更有勇气去追求我们想要的目标，会让你更有动力。那其次呢，可以说它一直以来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宝物。因为呢我们知道呢佛教七宝银就是佛教七宝，那我觉得这个光芒就很像佛陀的背后那个散发出来的光芒万丈，所以我觉得呢戴上这个纯银的饰品在我身上，我觉得对我是一种保护，就是正能量的保护，然后呢远离负能量。所以我觉得戴上这个会快乐，远离疾病，远离这个不健康的一些事情。然后再来呢，重要的是我的设计这个貔貅呢，它不仅仅是可以招财守财，而且呢它可以帮你呢转化负能量，帮你防小人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秘法的部分。什么秘法呢？在这个貔貅的底部，我设计了八个钱母，让你旺运八年，是不是很强？哎，我们现场，我们的今天的主持人是嘉轩，是我正在看你的直播了，真的哈、因为我超级粉丝。哎，我好喜欢嘉轩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知道吗？对，你的老师的书，然后老师签名，我就超高兴的。而且对我刚才留言说，老师讲每句话，我说对，因为我业务这么多年，老师的貔貅就是你知道，我觉得好正能量哦，好正能量，好，而且那种听说你戴了以后，你的业绩、哦，老师现在是很不错。很棒，对，仅次于玉飞啊！开玩笑，开玩笑，还不错啦。而且正能量的招财方式，自己会变得很有活力。以前我在那个另外一个台，就是东森购物，曾经看过嘉轩的节目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、欸，怎么有这么实在的、这么老实的那个？我是真的，对呀、对呀、很老实。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可靠，但是呢，今天看到才觉得本人比较漂亮。没有啦，老师，真的，最近正能量。量爆发有瘦一点点，有瘦一点点，没有，因为他以前在那个东森都常常玩卸妆，对，有没有卖面膜啊什么的？对，然后我看到本人，我真的他的能量很强，所以呢，他戴上我的貔貅，他也觉得很有感。然后呢，今天为了跟嘉轩合作哦，谢谢袁老师，我有试出善意哦，给我这个机会，我有买一送一哦，准备哦，待会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情，因为那时候我就听，其实我们做电视购物啊，很多那种。有钱的大老板是，或是成功的，说真的那种企业家，尤其是女主管，对，然后做那个高级卖那种高级汽车的女 sales， 其实很多人他家里面都是养貔貅，对。那我自己跟老师讲，我说老师，我们真的好需要这种正能量的招财吸引力，是。我刚刚老师一直讲说，追求财富要感到很光荣，对，尤其女性朋友很开心。对，我说我刚进电视购物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存款多少钱吗？5000块而已，5000块哎！我做第十八年了，做第18年，哎、欸，你跟我公司的十八年呢、我们两个都是18岁啊。那我做到今年，我两个小孩都出国读书了啊、真的、对，讲讲是有点觉得鼻涕酸酸，觉得自己很认真。你已经赚够了吗？应该没有赚吧，就是要继续加油啦，要继续加油，我就不能够懒惰啦、哦、啊！我觉得貔貅的正向招财力，还有刚刚讲那个正能量，是很强的，很强大，真的。然后今天呢，还有一个特别 special 的哈、这是嘉轩 的，他的我帮他选的是这个橘色的能量财宝袋，这个呢是只送不卖，只有这一档的朋友。
有机会可以拿到。那在你收到票券之后，老师会依据你的生辰八字帮你算出来你的财富的颜色要什么，才能够帮你的貔貅不断的充电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在2点制作，2:09，对不对？2:04，对不起，2:04，MOMO 48频道，对，2:04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来分享很多人因为这个貔貅而发财致富的故事。同时呢，这整个貔貅带起来，你会有什么能量上的转变？是你去做啦，不要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我今天是第一档跟嘉轩合作，所以我非常开心。所以我今天呢，本来一个是本来是一个价钱，今天是两个变成一个价钱。我默默提报一个3960，对，其实在有加持开运过，秦老师算过，又是纯银的。秦老师算过，因为我自己很相信风水，磁场很相信，是是是，所以我算，如果张老师算过的话，一个大概也要10000多块啦。是，今天在默默购物台，我觉得老师清算过，帮你加持开光，然后开运两个，这个价格应该全市场上应该找不到了。对。全世界最低，而且品质最好，对，然后带了让你虎虎生风，财源滚滚来，桃花朵朵开，耶！